哎呦，下雪了！哎呦，下雪喽！晚上睡个觉，你白天午觉不睡觉，晚上也不好好睡觉，啊？你说我得干个活吧，小熊熊啊，我得干个活吧。他晚上能起来个四趟五趟，今天早晨5:18就起床了。你吃吧，妈不吃，你吃吧啊，嗯，你吃饱他，吃饱他别哼唧了哈。我们家你说热不热闹吧？5点多就起来玩儿，5-6点钟家里边灯火通明的哈，玩了玩，干活了干活。你说我们家努不努力？嗯，下雪了，你看，这是雪啊。现在像这今年啊，第一次看见雪哈、啊。我们今天下雪了。嗯，妈妈不要紧，不害怕，是雪，大雪呀、啊，下雪了。谢谢。嗯，下雪了。第一次看见雪啊，雪啊，下雪了是不是？下没下？下了哈、啊，外边下雪了是不是？哈、啊，下雪了。哦，下雪了。嗯，下雪了，还在下哈。嗯，第一场雪哈。爸给弄这么大个雪球啊。嗯，雪球，这是雪。你说雪。雪。嗯，雪球。好。哎呀，这么大，妈妈看看。哎呀，这爸爸给弄个大雪球啊。啊，下的雪哈，雪球哈。好，那给你吧。好，那去玩，去和爸爸俩玩去吧哈。好。好哈，别给妈妈弄到处都是水哈。哎呦，下雪了。哦，下雪了。哎呦。哦呦，这冷。哎呦，下雪了哈！哦，那帽子去给爸爸，让爸爸给戴上帽子去，冷哈，慢慢走，别滑倒了哈。有点冷。哎呦，呵呵，哦，这下雪了哈，这是不是雪？哦，哦，今年第一场雪，这爸爸难得无锡了搞，我敲到我屋，给爸打了，嗯。慢慢走路，别摔倒了哈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告诉他爸爸，阿吉，阿吉，这他爸爸是那边儿，你就用日语说那边儿，阿吉，阿吉啊，啊，阿吉啊！哎呦，冷不冷？下雪了，这是下雪了，冷不冷啊？冷不冷？阿姐啊，阿姐啊，皮大强第一次看见雪哈，哎呀，这冷哦，哦，这冷啊，哦，哇，下雪了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哇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一闪，哎，把帽子放那儿，那这家伙。慢慢自己找着门道了，知道这个磁铁能吸着这个铁啊，特意拿过来吸一吸哈。哎呀，这能吸上哈，哦，能吸上哈。你看，爸爸看孩子，看着看着孩子睡着了哈。啊，钓鱼啊，这吃的拿放起来了，不能放这儿。我们炖了点砂锅。我老公昨天去那个什么吃饭，剩的菜都打包回来了。啊，你爸爸吃饭，嗯，吃大虾，我给爸爸皮好不好？妈你吧，好、啊哦，你自己把吧。哎呀，爸爸，妈妈，啊，爸爸也吃饭哈。昨天我老公打包回来的肉，这个肉就是属于那种和牛一样的，特别软，是烤的，但是剁砂锅也好吃。嗯，好、啊，你说虾？虾。啊，虾，对的，现在他有一个大虾，会说虾呢哈，你看。他把这个胡萝卜用那个刮皮刀刮成这个薄片，放在砂锅里边哈，烤肉或者是做砂锅都行哈，这种薄片哈，胡萝卜也挺方便的哈，这也挺好。这，啊，明天那点，嗯，一路得，要敲门哟。没得，没得，没得。嗯，虾好吃，吃吧。虾，好，妈再给你拿一个虾哈，再给你弄一个虾。哎呀，我们得出去溜达溜达呀！哎呀，我老公得要个平板儿啊，买了个平板儿，得去买个壳儿，嗯，买个壳儿，买个膜儿贴贴吧哈。这山口现在也混上平板儿了哈。嗯，谁做的？这是爸爸做的啊？这是爸爸做的雪人啊？啊？你先上这坐着吧，坐着等着爸爸。哎呀妈呀！爸爸啊，爸爸呀，叫爸爸呀，你大声叫爸爸，你爸爸快点儿。
你说啊，你快点，你去叫他呀，你说爸爸快点，爸爸快点，爸爸还要哭的啊，你俩讲快点爸爸啊，啊来呀来呀，爸爸来呀，叫爸爸爸爸爸爸爸，我们走啦，要出去溜达溜达，下雪了，雪哇，哎啊，这个啊不要放回去，放回去会不会放不得，哦我的那有你呢，嗯嗯，他们可可那个雨的小，嗯，哎呦下雪了，哎呦下雪了，哎呦下雪喽，第一次看见下大雪的哈，下大雪，我们上车上去吃吧好不好，冷不冷，好走跟妈妈一起上车的，哎呦真冷，哎呀这样明天这样嗨，哎呦这什么饮料嘛，嗯等长大了妈妈给你买饮料喝哈，他会在那里，他会在那里头他有哦一起哦一起啊，啊啊起啊起啊，谢谢，哎呀ひどくなったよね，啊はい、ひどくなったよね，哇溶けるよね，哦寒くない不冷啊，爸爸给堆的雪人啊，下大下大了啊，我们这地方每年不打下雪，其实今年这个雪还算是大的了，谢谢，哎呦雪人啊，啊是是是是的，不吃我们要回家吃饭啊，你和爸爸在跟着玩一会儿啊，还玩不玩啊，再玩一会儿，好我们今天就顺便买了点黑栗子，然后这就是做个这个，这是红豆汤加这个糯米，糯米饼是我闺女那天幼儿园搞活动我们自己做的糯米饼啊，再把这个小糯米饼切一切丢进去啊，就这么吃一下，黑栗子有一点点一点点有，哎呀有一点，用手哎呀热呀，用手拽一点，然后我闺女吃这个吃手指吃了一塌糊涂，你看走这边，嗯，还有两个，这辣呀，嗯，什么？要不辣？嗯，辣，嗯，再喝点水吧。嗯，嗯，够你辣。嗯，拜拜。